从那个。啊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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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向前方，来，向前方，前方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陈志鹏像中了降头一样，打扮越来越辣眼睛，并且在腰的路上越走越远。11月29日，陈志鹏出席上海亚洲音乐盛典，他的造型再次突破了大家的想象极限。这照片乍一看，他似乎是裸露上身，只披了一件蓝色贵妇毛毛披肩。所以志鹏兄，你到底是冷还是热呢？还有他脚上穿的那双是雨鞋吗？这么一看，原来陈志鹏还穿了一件透视装，还是粉红色的，加了几个布灵布灵的字母。陈志鹏似乎是迷上了透视装，无论是拍 MV 还是走红毯，都必定穿上。可是他明明没有肌肉，一点线条感都没有，却还是坚持自曝其短，实在让人理解无能。除了服装造型外，陈志鹏最近还热衷于折腾自己的头发，此前就先后染过绿色和粉红色，这次换成金黄色，已经算是比较正常的了。陈志鹏360度展示自己的妖娆造型，原来他左耳还戴了一只蓝色花朵造型的长耳环，真是莫名其妙的混搭风。所以陈志鹏这是彻底放飞自我了吗？在被辣眼睛的同时，网友也纷纷表示有点心酸，难道陈志鹏如今真沦落到要靠这种低俗造型来搏出位？